今天又到我们这边的宠物市场了，一起来看一看有什么热门的宠物狗。来这边看看，有一只暴红色马犬，还不错啊，看起来月份可能不小了，这个估计得4个月左右吧。这个小狗有多大了？4个月，我猜的还真准啊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哎，这家伙疫苗打齐了，比较安全啊。看看这家伙体型也不错，是个公的还是母的？这看不出来，嘿，挺漂亮的，黑脸，哦，有点挂白，但是这个马犬也是允许有白胸，正常黑脸黑胸为最好，这一种嘛就还不错。那我们来猜一猜它的价值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狗给它估个价应该在500块钱左右吧，估计。咱们来问一问老板怎么样？这小狗什么价？500-600，那我估的还挺准。那看来真实的成交价可能比这还要低，咱们给他还一还。这小狗300卖不卖？啊，300，我给你加5块，305块卖不卖？多少钱能卖？实在的，给实在价，最少500，那和我猜的差不多。要是300多就是捡个漏，500属于大行情价。这种小狗你们觉得值还是不值？看这边有个小哥，咦，这是一窝小黑，这是啥啊？怎么这么小呢？好小呀！这家伙是，这个是，这什么狗啊？啊？啊？不知道，小不是你的，这谁的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还乱不愣嘞！你抱着抱着我抓不住它了，那么凶猛吗它？啊，奶凶奶凶的，嘿嘿，你看这小手蹬歪的，这什么狗啊？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，我看这是拉得多吧？还拉布拉多？啊？这小狗啥价？100，哟，那还不贵呢！我的天哪，100块钱，这5只嘛，5只100，5只500，那5只500太贵了，5块钱一个行不行？太贵了。哎，这边这一窝可以啊！我的天哪，你看，这才是拉布拉多，这才是真正的纯种拉布拉多，多漂亮！你看，这小脑袋，是吧？这小头板你看，哎呦，还有一只黄色的，黄色的这是啥？金毛，哟，是金子做的吗？啊，对，金子做的。有两只小金毛混在拉布拉多堆里面了，干啥？这是在这里搞这个捉迷藏吗？你在搞捉迷藏吗？这是啊，好可爱呀！你看，这才是纯种拉布拉多，大耳朵，宽嘴。大头，眼睛还特别有神，哎，你看这只小暖男，你看它好想和我玩。你看这只金毛长得也不错，脑袋瓜子也挺大，还挺活泼，握握手来。你好你好，做个好朋友。这种小狗什么价？拉布拉多500。那这个金毛呢？金毛600，哟，那还不贵呢。是这一窝吗？啊，这是两窝。你是说500块钱给我这两窝，啊？那还是600块钱给我这两窝，啊？给你两窝。这种小狗品质不错啊，头板也不错，但是500-600的价格确实太高了，大行情价200块钱一个，你看行不行？300。350都没给他，那说明我的300给的还是挺靠谱的，是吧？你这样吧，两个金毛给你500块钱。那500块钱你给我两个拉布拉多。那你给我啥500块钱？你给我两个什么？你说吧，一个金毛，一个拉布拉多。这小狗挺漂亮的，纯种的。还想看我盘什么小狗？记得评论区留言。